疼死了。哎，这什么地方？哇，御剑飞仙，还来了个小姐姐。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小哥哥，你新来的吧？走呀，我带你去渡劫。哦，好呀。哇，这就是御剑飞仙。嗨，小哥哥，你看那儿，那儿就是渡劫的龙台了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好嘞，等我飞升了就娶你回家。讨厌，谁要嫁给你啊？嘿嘿，等着瞧。小哥哥，你要加油哦。哇，开始了吗？那是要给雷劈中了啊！我感觉不太对劲，体内有股能量要要涌出来了。这是渡劫成功了吗？小哥哥，来吧，跟我回家。